金童，不要伤心，玉女跟伏虎命该早解，以现已可回天庭复职，成为降龙罗汉。玉女都不在了，我还回去干什么？我宁愿留在人间斩妖除魔，对付贪官，为人类造福。你打算不回仙界了？对，我要留在这里。好，这是玉女余下仅有的一片魂魄，我把它化作小鸟，永远陪伴你。